第十二课，海外用户玩微信。一、听力。第一部分。第一到六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、北京队踢得真棒，看来今天肯定能赢。是，只要继续保持这种状态，冠军肯定是我们的。关于北京队可以知道什么？二，小李，我买了台打印机，你能帮我安装一下吗？没问题，其实很简单，连上数据线，按电脑上显示的步骤装上驱动程序就好了。女的请小李帮忙做什么？三，你做这把不是挺好的吗？那把电脑椅滑来滑去，不好写字吧？这把椅子低，那把椅子高。男的觉得，那把电脑椅怎么样？四，我手机里也安装了这个应用，怎么没有你说的这个功能？我这是最新的版本，你回去升一下级就行了。男的让女的做什么？五，你的邮件我收到了，可是没有看到你的广告计划书呀。没有？怎么可能？我立刻看一下，是我忘了粘贴附件吗？接下来，女的马上会怎么做？六，你为什么让我把笔记本电脑的电池拆下来？在家时插上充电器使用，这样可以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。男的为什么建议拆下电池？第二部分，第七到十四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七题。七，爸，您这台电脑太旧了，显示器占这么大地方，我给您换换吧。我这不是才用了四五年吗？挺好用的。现在都是液晶显示器了，很省空间。我习惯了，没觉得不方便。女的觉得爸爸的电脑怎么了？八，你有微信吗？我们可以用它联系，很方便。有。不过我不太会添加联系人。告诉我你的微信号，我搜索一下。我听说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，你知道怎么用吗？男的正在用手机做什么？
十。数码相片的尺寸你会不会改？电脑上有处理图片的软件就能改，怎么了？我办签证，要把尺寸改成报名登记表上要求的大小。行，你发给我，我帮你处理一下。女的让男的帮忙做什么？十，我发现最近电脑变得特别慢，打开一个网页要等半天。你安装什么新软件了吗？我就收收邮件，或者浏览一下网页，没做别的。有时邮件也会带病毒，你用杀毒软件查一下。对这台电脑，男的建议女的做什么？第十一到十二题是根据下面一段对话。您插上耳机听听，声音清不清楚？如果也不清楚，那可能就是硬件的毛病。我试过了，情况是一样的。您这台电脑购买了多长时间了？一年不到，还没过保修期呢。一年之内，我们是可以上门服务的。您把电脑上的产品编号告诉我。另外说一下您的地址，我记一下。十一，女的的电脑可能是什么问题？十二，男的打算怎么解决电脑的问题？第十三到十四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从前，一位画家给总统画了一幅画像。画好以后，他对总统说，本人虽不是名家，但也不是无能之辈，请您约几个朋友来评价评价就知道了。总统接受了他的意见，请了几位朋友来欣赏，大家看了很头疼，如果老实的说实话，怕让总统难为情。第一位很狡猾，说，方顶帽画得相当像。第二位说，衣服也很像。画家急忙插嘴，帽子和衣服不是主要的，请对面容发表发表意见。第三位把画像与总统反复对比了半天，看着总统盼望的目光，只好说，胡子稍微像一点。十三，从短文中可以知道这位画家怎么样？十四，三位朋友评价画像时，为什么不说实话？